你想重新追求解合可？对，那我们就公平竞争吧。如果我是你啊，就不会让我们家可爱的可可洗一种不会遮风避雨的车子。一次有2个男人在追求了耶！事实上证明我的决心，我决定为你抢到全场唯一的新娘捧花。解可可的不是你拿来满足自尊心的战利品，我会追到她。 TVBS 42台每周日晚间8点，完成《省钱恋爱时刻》，有钱没钱都要爱。